有冇喺两年内对第二个异性感兴趣过？扮咩啊？扮啦，扮啦！有啊啦！有啊！你有啊？讲出嚟喎！你先。有包袱，有包袱，知啦，系咪？出口我承认过噶。冇啊！你几女子唔敢承认？冇啊！你倒插，你最差，你平时都咁差。诶，对上一次睇 AV 系几时？要变态含心佬！你两日前你睇乜出喺度？见到个 A V 女优好靓，咪走去睇下啲片咯。第一次讲粗口，人生啊！第一次讲粗口几时？嗯，系我三十生日嗰阵时，我老豆教我讲粗口。我第一次咧，仲要录咗音啊，但系嗰段录音而家唔知仲搵唔搵得翻。个内容就系屌成一分钟，跟住我阿爸问仲有冇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我是 Felix。拍片仲挂住食嘢。芒果公。Jack。今日我哋嚟拍快问快答。咁呢一种影片咧，系台湾嘅 YouTuber 开始带起嘅。我见香港好似冇乜 YouTuber 玩过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玩。咁咧，今次呢条片咧，我哋咧总共会快问快答20条嘅。咁到底咩系快问快答呢？即系我哋要问一个问题，喺短时间之内要写出嚟嘅答案。然之后咧，如果对方嘅答案有啲咩唔满意嘅话，就可以即刻攞喺我手上公仔打过去。简啲嚟讲，即系 feel 到有唔满意嘅时候，你就可以打噶。咁咧，今次咧头十条问题咧就会喺我嗰度，之后嗰十条问题咧就会放喺佢嘅 channel 嗰度。咁我哋咧每人咧写咗15条问题啦，然之后咧就放咗喺只小埋袋入边，然之后我哋会轮流抽出嚟一齐写嘅系，然之后一齐反过嚟，就系咁啦。希望大家明啦。由于我谂问题实在太快嘅关系，好多都系参考翻嚟噶。其实我都系。佢仲喺度话我咯，之前。好，我哋事不宜迟。你唔准望，唔准望，因为我塞得好求其。嚟啦，第一条问题。咦，你喎？我一个字代表对方啊！哇，超简单啊，这个。嗱，不能看对方咯。可以咯。一、二、三，我哋一齐望对方的答案啦。嚟啦！蠢乜嘢啊？蠢乜嘢？蠢乜嘢？你先蠢，你全家都蠢。你打乜嘢？我冷酷正确。你打乜嘢先？讲啊，打乜嘢？抽啦！点又系你噶？饮过或者食过最恐怖嘅嘢？得啦，点解写咁多个字噶？有冇系真系好恐怖 ？One hour later， 好慢啊！呢条友，好慢啊！呢条友，好慢啊！好慢啊！佢就系写咗2800字嘅写论文啊！你，因为我真系唔识形容佢啊！1、2、3，大家停住嚟睇啦，咁鬼长，好。我系黑啤咯。你系黑啤啊？系啊。我喺中学嗰阵时咧，有啲咩惩罚唔知咩啊嘛，所以沟咗一堆我都唔知系咩嘅嘢，咁之后就饮咗嗰杯嘢，应该有汽水啦，同埋嗰啲咩蜜糖啦，跟住啊，同埋啲食物嘅唔知咩汤啊，定唔知咩水啊，咁啊捞埋晒一齐，一嘢趴咗落去。我饮晒成杯啊！一半啫。哇，都好恐怖。要啲咩黑啤嘅话算？吓，因为我饮完黑啤之后嗰一秒，你可以问阿泳彤同 Webber， 我饮完之后佢打埋口面嘅，我系系咯，我都冇乜特别食啲咁奇怪嘅嘢，为咗唔想俾人打，居然出啲咁嘅问题。你抽极都系你啲问题噶，两次啫。你嘅咩啊咩啊咩啊？有冇喺两年内对第二个异性感兴趣过？一、二、三，你扮啦！我扮咩啊？扮啦，扮啦！有啊啦！有啊！你有啊！讲出嚟喎！你先。有包袱，有包袱。知出啦，出口我承认过噶。冇啊！你几多次唔敢承认？咁我再抽过啦。最中意边个虚构人物、动漫或者电影？无聊啊，冇人想知啲问题咯，好唔好啊？冇计噶，你霎时间要人哋写问题真系废啊！你真系一二三，
係咩島嘅其實？唔知喎、啊，我係 Kola 松 ，Kola 松咧係 One Piece 入邊嘅角色啦，就係同阿羅之前相依為命嗰個海軍。我係蜘蛛俠，耶、！Tom Holland 萬歲！你睇出啲問題幾咁無聊。咦，是我的喎。最不喜欢对方哪一点？就是没墨落之笔。一、二、三，我看不到你那个。我看不到啊。直播的时候就是讲粗口啊，你。啊，讲粗口。做得比你咁差啊。你够差。你最差啊，你。平时都咁差。咦？第六条。你上一次看 AV 是几时？你不要扮晒耐都记不到咁啊。是太密了。一、二、三，几日前，好似三日前，你冇病喎、啊！我记得啊，大佬。我唔信啦，我唔信啦。冇系啊，真系。你边个变态咸湿佬？你两日前你睇乜出嚟度？我唔系冇睇啊，我学术研究啫嘛。学术研究。见到佢呢边女优好靓，咪走去睇下佢啲片咯。我见到上完牙医好靓，跟住咪走去睇下佢啲片咯。佢讲埋出嚟。到你啦，第七条。对方最喜欢饮的东西 Holy shit， 你可不可以给点创意啊？一、二、三，我啱的话应该啱。我啱的话应该啱。是吧？陪茶啱的话。喂，这样都扮晒嘢照打。你扮晒嘢，我喜欢好多茶的陪茶乌龙茶。最喜欢最喜欢是人参乌龙茶。好。冇有讲啊。人参乌龙茶你叫成日饮。都不是成日饮，鬼知啊！我有成罐喺度，我之前去台湾我买了三罐翻嚟。咁你就错啦！咦？第八题，对方最唔讲男讲女嘅一点？喂呀，你叫乜嘢？太耐啦！你收皮啦！你啱啱写个千字文，我未同你计啊！一、二、三，成日都想俾翻钱我，咁都得啊？咁唔系咩？我以为你会话完全唔会阻住你打机嗰啲添。你会啊？佢直播佢冲入嚟阻住我都话唔会阻。跟住我话佢打机都会顾我，好就得人。我唔会顾。你会啊？你间唔中你打得下机，我话佢就嗌哥翻去陪我，跟住佢好快就会我。我你讲呢只，我系打机入边顾。打机入边你系会顾我嘅都。系啊，你个鬼柴。好，下一个咩时候会觉得有对方在身边真的好？仲废唔废啊？终于好翻啲啦！我以为我都写得好耐啦，你都同我差唔多啫。得啦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做完嘢，工作完，佢实想我答唔知冇啦。诶，即系心情差嗰阵时，瞓觉醒嗰阵时，需要我嗰阵时食饭嗰阵时，即系特别差。我边有边有？我用嗰只嘢打。边有 every time 啊 ？last 一题啦。唉，观众嘅眼睛真系阴公。咦，又抽到你嘅嘢，第一次讲粗口，人生啊，第一次讲粗口几时？嗯，我真系太细只添，我系小四。我系三岁。三岁。系我三岁生日嗰阵时候，我老豆教我讲粗口，所以我而家咁样系我老豆教噶。我第一次咧仲要录咗音啊，但系嗰段录音而家唔知仲搵唔搵得翻。个内容就系：屌你肯德基啊，屌你霞波波，屌你玩玩，差唔多啦。头嗰几句系咁样咯，我听咗好多次个录音，跟住屌咗成一分钟，跟住我阿爸问仲有冇啊，跟住我就话有冇，跟住我就话屌你老母閪啊！跟住佢话有冇其他啊？屌你老母！好糟糕啊！呢个三岁，我小四都耐啲啊，不过都系亲人教嘅，都系阿爷教。我话黐眼线，跟住我对住阿嫲讲翻，喂你做乜嘢？你知啊？即系我嗰阵时叫我老豆教我海风话啦，我嫲嫲海风人。跟住咧，佢又教陪你阿妈，跟住我话咩意思啊？跟住佢话你去问你嫲嫲，跟住话嫲嫲陪你阿妈系咩意思啊？跟住嫲嫲错。我老豆就是这样的人。好啦，今次呢十条快问快答就完了啦。咁呢整低个十条呢就会放在 Felix 的 channel， 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记得去他 channel 听埋下集啦。同埋如果你哋仲想嚟拍下一次再拍嘅话呢，咁记住喺下面话俾我听你哋想我答啲咩问题。諗问题实在太辛苦啦。咪囉。係啦，咁如果呢条片係好多人睇好多人鍾意睇嘅话呢，我哋就会拍下一次㗎啦。鍾意条影片记住揿返低个 like， 记住订阅晒我哋两个。记得揿钟仔，有咩就留言返俾我哋。做乜嘢啫啫。我哋下条片发你再见啦。拜拜。咪啦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